会比较内向的人？我不是内向的人，但我可能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稍微有一点内向，但是聊多了之后就觉得我开朗。你喜欢甜胜过辣？哦，对，我喜欢甜，我喜欢甜胜过一切。喜欢独处胜过热闹？我比较喜欢跟朋友们待在一起。睡前一定会玩手机？对呀，我觉得大家睡前应该都会。我想问一下，谁睡前不玩手机？如果离开 WiFi 会难受一整天？不会，我有 4G 啊。你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？那得看干什么。如果是吃甜食的话，我不是一个自律的人。但是如果是其他，我觉得一般方面我还是一个比较 OK 的人吧。喜欢小型动物胜过大型动物？我喜欢有毛的动物啊，狮子，对，它只要带毛，就比如说狮子，它只要不吃我不咬我的话，我还是很喜欢它的。你相信一见钟情？我相信一见钟情，但是我是比较喜欢，哎，两个人相处的时候非常的舒服，发现它的亮点，慢慢的去加分。喜欢温顺孝顺的女生胜过个性十足的女生？我觉得这个不矛盾，我觉得善良跟孝顺真的是我们一个中华的一个传统美德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喜欢吧。如果可以，很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对，我很想说走就走，但是走了以后，到了目的地之后，会不会手忙脚乱呢？啊，我就想待在国内。啊，我心中完美的一天可能就是不工作在家躺。文艺的爱情片。啊，朋友推给我一条朋友圈。可能就是我朱莉叶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。啊，我觉得大家都很有趣。最大的考验我觉得是身体上的考验吧，有时候跟摄像老师们或者是所有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到很晚，我觉得对所有人的身体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。我说平时秘密是不是不大好啊？就是其实有一个方书健，他睡觉喜欢说梦话，而且说的不是普通话，说的是义乌话。啊，吃吧。啊，我最近在忙，哎，我现在不是正在忙着拍摄吗？Starbucks 一样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贾凡，欢迎关注 Starbucks。